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雷霆客场125-122力克开拓者。罗比开局连得六分后，亚历山大命中三分，雷霆12-6领先。坎特连续得分后，雷霆连中四记三分球。多特又是连续上篮，球队领先了17分。杰莫塞蒙斯连续得分，首节过后雷霆34-24领先。第二节一开始，开拓者就多点开花，打出一波8-0，将分差缩小到两分。穆斯卡拉3+1止血，波库舍夫斯基也中三分，安东尼回应连续的中投，不过穆斯卡拉又中三分，杰莫特伦特命中压哨三分。半场雷霆仍然69-60领先9分。一边再战后，利拉德三分命中，特伦特和琼斯各有得分。开拓者一波12-3追平比分，马勒东回应三分。开拓者这一节三次追平比分，但雷霆马上回应，亚历山大连续得分，重新将分差拉开到7分。杰莫塞蒙斯连中三记三分，三节过后雷霆仍94-91领先。第四节特伦特和安东尼各中中投，开拓者反超一分，波库舍夫斯基回应三分，迪阿洛连续得分，雷霆回应一波17-5，将分差重新拉开到11分。塞蒙斯又有扣篮，安东尼最后三分钟命中三分，将分差缩小到6分。贝兹利马上就回应三分，随后交替得分后，最后一分钟雷霆领先7分。亚历山大连续两次冒掉塞蒙斯的三分出手，但他关键时刻罚球6中2，利拉德命中一记三分，最后3秒开拓者落后4分，利拉德最后 1.6 秒投中，但是压线2分，亚历山大又是2罚中1，但开拓者没有暂停，只能绝望地扔出超远3分，自然打铁。全场比赛亚历山大24分9篮板6助攻2盖帽，贝兹利19分7篮板，罗比16分，穆斯卡拉23分，迪阿洛11分。开拓者这边，特伦特22分，安东尼22分，利拉德23中8，得到26分6篮板10助攻，坎特13分22篮板，塞蒙斯26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